谢谢大家，真的辛苦你们这么晚还在这里。然后我是真的没有料到自己会得奖，是得女配角这个奖，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然后听说刚刚我阿公在台南的村子已经放鞭炮了，所以真的很开心，希望明年可以再让他放一次鞭炮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